创作灵感。今日吼，我着较好心诶，甲你分享。少强，你刚知影？我大概看到你，我着灵感爆棚诶！我好想要创作一系列主题，叫做《不要脸的档案》。你看，你是不是上适合模特儿啊？嗯，放手，黄心怡，你快看什么档案哦？黄心怡，林强啊，少强，我跟你讲，唯独是情感的宣泄。我看你吼压抑足久啊，你今麦吼应该有足侪灵感。今日你做我的小帮手，这我教你用足简单，一点效。起家，叶少强，你。啊你卖着急，今麦才要开始。少强，哦，这个淫秽的手，爱起家，又是爱个亲妹。阿公，你见荡妇的面，爱起家是个大男人。哦，你这好高家企的良心哦，你就歹话呢。我看哦，爱讲较大胆，就安尼死啦！黄思怡，干嘛的？哇哦 ，Amazing， 有够精彩啦！加上这白见小的主人嘛，哦，规巴肚吼，根本就是神作。多谢你的欧露啦，不过吼，这嘛爱感谢我们专业模特儿。嗯，我想要搞这个巧克力蛋糕，贵宾天气。哼，不过吼，啊，那真正伤过浪费啊。简单啊，跟奶油捞来就好啊。是，你俩。哎，你干？孙佳玲，帮助我死，你是搞笑？喂，孙佳玲，喂，喂，你，啊，你，你是小鬼？我的，帮助你，孙佳玲，孙佳玲。我上楼替人洗面啊！我来洗，我来洗。哦哦，那露西在哪里啊？因为吼，垃圾是为内底垃圾出来的啊！你来搞会记，啊你搞我扫台，只要小薇倒转来，是你家己做进来。只要是钱会当解决的代志，拢总毋是问题。我就毋相信，我想要爱的物件得袂着。是啦，阿嬷哦，真正是足敖的。哇哦，若是会当学着伊一挂手段哦，毋是手段啦，我想要讲的是技巧。硬啊！才拄学到你今日哦，这里不勒索，是安怎？啊，马上就现出原形，啊，讲话这么无礼貌。嗯，既然安尼，亲爱的阿公，亲爱的阿嬷，阿哥有父亲大人，小女子吴盈盈要来去困呐，阿弟家先行告退，安尼敢有礼貌？嗯，晚安。嗯，就好佳哉，恁甲我无受伤，我才无甲这件代志甲阮外公讲，阮外公伊足疼我诶，大概吼，即我心情有小可无欢喜，伊就足紧张诶呢，伊就足惊讲我会受着啥物委屈。若是讲伊知影有人要对我起脚动手，佫想要使车甲我弄。我想哦，
一定很不欢喜的，应该把那个人抓起来绑在土上，或者告十次以上啦。你若是寿梦，以你的身份，应该有很多查甫人想要跟你做朋友的，就要麻烦你改掉抢别人红线这种坏习惯。硬板的规矩袂定，有当时也会非常苦。我吴盈盈从来唔捌予人安尼侮辱过，搁再讲是一个残花败柳。林子彤，你着目睭擘较紧咩？看我安怎甲凯宏抢回来。